因为芬迪被杰哥踢出花果山。兄弟，让我们看一下，听啊，2405分出头，出头，讲个笑话，兄弟，出头，听啊，2405分，什么英雄都玩，天天在那里吹牛皮，说自己很厉害，结果现在2400又要掉下去了，还吹。但是作为花果山大队长三杰，可以勉强看得下去这个分数。但是同样我也很生气，所以现在我三杰大队长在此必须要严厉惩罚他，不然怕他不上进。OK， 怎么惩罚他兄弟？各位观众，高木山告诉我怎么惩罚他。哎呀，队员啊兄弟，哎呦兄弟，其他分不算太低，怎么兄弟？虽然对主播来说可能就低那么丢丢，但是兄弟们，我想问一个天天装备的一个人，而且又水平又不高的人，他天天在花果山这里在你穿杯吹牛逼，那我说实话兄弟们，我作为这个花果山的大队长，我能看得下去吗兄弟们？你们觉得我看不看下去？那就必须要严厉惩罚，好吧？打开这里，在这里2405分。我还是一句话，兄弟们，像这种分低的一个什么英雄都玩的选手，那到时候别人都以为我们花果山是混子怎么办？我肯定是不能看下去的。所以说，我要作为花果山队长，我要必须要严厉惩罚他，懂吧？希望他长记性，好吧？下一次加接加厉。你把我踢出去，真的，兄弟们。这就是什么虎落平阳被犬欺，太经典了，真的就是虎落平阳被犬欺，知道吧？